莲小丽四岁时癫痫发作成植物人，年近80岁的外公外婆每月从花莲部落到罗东探视。18年来，体力负担日渐沉重。创世正筹建第18家清寒植物人安养院花莲分院。我是曾婉婷，邀您支持创世花莲分院筹建计划，一起让爱回来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成功的道路，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我是义工陈汉典。4月底前，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，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就赢比赛。只要5月不吸�烟，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，一起戒就不难。万众一心，快乐戒烟，戒烟就赢，就是你。你吃的每一餐，都将决定你的最后一餐。到了中年还吃不对，可能影响晚年生活。We'll be right back.